全球挂着 Coca-Cola 字头的上市公司，共有七家，最大的当然是美国总公司 Coca-Cola Co. 美 Co. 市值 1.87 万亿港元。最大单一股东是美国股神巴菲特的巴郡美 BRK， 持 9.3%。 上市的 Coca-Cola 字头公司估值普遍不低，在中国可口可乐火拍生产可口可乐汽水的是中国食品506中食属中粮集团系统，与蒙牛2319是姊妹股，市值仅83亿元。扣除中粮所持 75%， 八大基金共占 10.8%。 彭博资料后，老散持货仅 14%， 价值不足12亿元。在可口可乐概念股中，中食是数一数二最便宜的。諗得过一中食获授权经营可口可乐系列产品范围，共19个省市，覆盖国内约 50% 人口。中食向消费者提供十大品类饮品，包括汽水、果汁、水、乳饮品、能量饮料、茶、咖啡等，品牌20个，往绩计，中食 P13.7 倍， PB1.42 倍。除了远低于其他 Coca-Cola 字头同业外，更远低于本港上市其他饮品股估值，往绩计农夫山泉 9633P83 倍， PB30 倍，华润啤酒 291P82 倍， PB8.4 倍，西藏水资源 1115P75 倍， PB0.49 倍，蒙牛 P42 倍， PB4.7 倍，维他奶 345P35 倍， PB5.3 倍，青岛啤酒 168P34 倍，PB3.7 倍，同一企业 220P18 倍， PB2 倍。2021年12月年结上半年，中食营收 112.2 亿元人民币，按年增 19%， 纯利 4.05 亿元人民币，按年增 22.5%。 去年同期盈利中有 0.896 亿元来自激励收入，今年上半年全无同类收入来源，不计这个项目，今年上半年盈利增幅更达 76%。 中粮旗下的中粮可乐去年首次引入阳光柠檬茶及菊花茶，获一致好评。维他奶2019年因柠檬茶热卖而一度风炒，上半年汽水品类及收入双双回复增长，摩登罐与迷你罐两款包装皆多销逾五成，无糖汽水增速亦接近五成，上半年汽水营收占比 77%。 三、中食今年全年预测赚 6.18 亿元人民币，增 24%， 预测 P11 倍，较过去6年平均 P19 倍，折让逾四成。四、中食今年预测 PB1.3 倍，较过去6年平均 1.6 倍，折让两成。中食现价 2.98 元，以6年平均 P 打八折为目标，可见 4.1 元，潜在升幅 38%。 国泰君安睇 3.95 元，星展睇 3.88 元，同长嘉影内地公路股安徽皖通高速公路995，上周五单日急升 20%， 打入十大龙虎榜之列，找同类股下手，可揀深圳高速公路 548，H 股市值57亿元， A 加号 H 总市值234亿元。2021年12月年结首三季，深高速营收 68.26 亿元人民币，按年大增 88%， 纯利 19.28 亿元人民币，按年激增 1.9 倍，预测全年赚 25.7 亿元人民币，增 25%，P5.4 倍，较6年平均 8.1 倍，折让 33%，PB0.57 倍，较6年平均 0.96 倍，折让 41%。 深高速现价 7.64 元，目标 9.5 元，潜在升幅 24%。 华泰睇 11.6 元，汇证睇 11.2 元。